好，咱来陪伴咱的心来做早起的礼拜哈。安尼，咱来吟诗哈，三十三首啊，圣诗三十三首。这首诗哈，就是咱今仔日要读的圣经的诗啦哈，啊，这是杨树勇牧师。哦，杨树勇牧师改改写，哦，伊1898出世，哈，啊，1975，哦，1975过身，哈，77岁，啊，伊是啥物人？你知影无？伊是迄、那个高牧师的丈人啦，唔是高牧师，高外科啦，高外科的，对，高外科的丈人，我最熟的啦。哦，你好，对对。高牧师太太关小学的音乐老师。高牧师的太太，嗯，啊，你小学的音乐老师，伊伫教音乐，对嘿，伊伫教音乐，啊，伊音乐足够的，系啊，哦，伊特别piano，哦，伊的piano算台湾算伫早期算真出名的，一个piano的老师，啊，伊的囝，伊的一个后生哈，伊迄个后生就是。查某囝是赤坎迄个啦，是，对，哦，赤坎，赤坎迄个，朱勇啦，朱勇，哎，朱勇，哎，朱勇，哎，赤坎迄个，迄个头家娘啦，哦，安尼嘿，哎是，哎是伊个查某囝。伊头摆是俺小妹同学，安尼吼，也嘛去阮兜咧开讲。哦，对，啊，杨树勇牧师吼是台湾第一个吼，伊是巴克利牧师的学生，哦，伊是巴克利牧师的学生。所以是第一个去英国留学的，哦，伊去英国留学，啊，去英国留学了吼，啊，嘛第一个去耶路撒冷的牧师吼，所以算真足，啊，同届谦卑啦，我读新南院时吼，伊住伫新南院的边啊，哦，伊爱住伫啥，总是无伫新南院教册。哦，迄个年代落来留英国无简单，嘿，啊，所以是真早去，啊，佫伊是伊管哪领人？哦，伊是关那领人，啊，所以伊这个杨树勇牧师吼，杨树勇牧师足客气人。台湾的历史，台湾有足济历史诶，遐个人物甲记录吼，特别教会人的人物吼，拢伊写诶，啊，所以伊是一个真出名的历史学家吼。安尼，杨树勇牧师，你若看伊将这个诗改了足水吼，咱来甲读一遍好无？来。五摇花唱新歌，已行奇妙满满。上帝圣手施行拯救，何人再通承受？哦，你看，迄阵的语言啦吼，真水吼，何人再搁通承受？哦，唔是干那知尔，你知就知就无迄款，搁会当去承接啦。承受哦，这个承受哦，伊咧讲上帝拯救哦，迄个上帝拯救，唔是予咱知呐定哦，上帝拯救，佮予咱去承受啦哦，迄个拯救是一个行为嘛哦，拯救是一个行动啊，啊，咱从这个行动吼，唔干那知尔，佮会当承受啦，承受就承接、接受哦，安尼哈，叫承受哦，上帝救恩予咱会当知。搁予咱承接、接受吼。第二节，五立邦人的目睭前，哦，伫立邦人的目睭前，显明伊真公平，伊就是上帝啦，吼。伊伫立邦的人的目睭前，显明伊真公平，吼。纪念伊对以色列家慈爱、信实无计，哦。伊对以色列家，就是讲对以色列百姓，哦，对以色列百姓安那，有阻碍，啊，敢有啥物？信息无计，哦，搁第三节，全地叫出欢喜的声，阿乐上帝尊名，弹琴吟诗也奔扫街，哦，伫主面前作乐，哦，伫主面前作乐，就是讲。伫主伫这位上帝面前啊，做歌欢喜快乐啦，哦，安尼唱歌欢喜快乐，哦，这个叫做乐啦，哦，做乐安尼。第四节，
世界万民拢要出声称赞上帝尊圣名，伊要临到审判万邦，公平审判万民。哦，安尼，哦，啊，咱来念一遍，哈，来。恩耶和华来救西瓜，伊行奇妙满满，上帝先求实现拯救，何人在他先修？真水的歌吼，咱第十个一遍。耶和华来唱新歌，伊行奇妙满满，上帝先求实现拯救，何人在他先修。伫列邦人的目睭前，偏偏伊真公平，伊念伊对一切的家，主爱显示无价。第二十个一遍。伫列邦人的目睭前，偏偏伊真公平，伊念伊对一切的家，慈爱信实无价。第三节。全地就出欢喜的声，阿罗上帝尊名，大天人世也本少家，地主民间作乐。第三十个一遍。全地就出欢喜的声，阿罗上帝尊名，大天人世也本少家，地主民间作乐。第四节。全世界万民拢着出声，称赞上帝圣名，伊要临到审判列邦，公平审判万人。第四十个一遍。世界万民拢着出声，称赞上帝圣名，伊要临到审判列邦，公平审判万人。啊，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愿全地在你的面前出欢喜的声，阿乐你的圣尊名，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也让你的荣光在我的中间，普照我的内心，让我们对你的荣光领受到你所赐福的平安和喜乐。听我的上帝，愿甲世界万民拢出欢喜的声，阿乐在你的圣宝座前。
今天早起，受阮的儿子来到伫你的面前敬拜，予阮将这个时间分别做圣，伫主的面前，无毋是恶了你的圣名，予你的恩光伫阮的中间彰显，也带来予阮真实的平安甲喜乐。听阮的主，愿你伫这个时坚固伫阮每一人所信的信心的内面，予阮对信心来领受你的救恩，予阮对信心来领受你予阮的恩望，也对信心来领受上帝你丰盛的疼痛，伫阮软弱卑微人的身上。既然艰苦、病痛、心内郁卒、忧闷、动荡，阮要照主耶稣所讲的话，讲既然劳苦担重担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伫你的内面得到安息，阮要伫你的内面重新得力，阮要伫你的内面得到救赎，阮要伫你的内面得到你的救恩，也得到你的医治，予阮的心充满喜乐，予阮的心充满平安。听阮的主耶稣，感谢你，你道成肉体来到伫阮的中间，带来予阮丰盛的恩典甲真理，予受阮的子子通过你的恩典来领受着你白白的救恩，也通过你的真理，予阮明白阮所信的。因为保罗讲，因为伊在所信的是至罪，那亲信瓦克为得以保守，为得到保守，直到迄日。听阮的主，感谢你，予阮有即种的真理来认捌，阁予阮亲信，将阮的一切，包括阮的家庭，拢交托伫上帝你。在内面，你要给我们坚固，你要给我们保守，你要上平安舒服在我的心情。听我的主耶稣，也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应允说，你要将你的平安赏赐我们。你的平安不是世间人的平安，是对天而来永远未毁坏的平安。听我的主，我领受你的平安在我的身上，我就无惊吓，因为我确信在你的身下，将一切惊吓拢对我的身上，甲我提走，让我充满平安的心。感谢主，享受信心在我每一人心中的信心上帝，我对心底感谢你。因为圣神在我的心上做工，让我的软弱得到快乐，让我的艰苦得到快乐，让我的动荡得到逃亡，让我的病痛得到医治，让我的软弱搁一遍在主的内面重新得力，来得到勇壮。祝阮伫即个时，我嘛少年，今仔日无来的阮的兄弟，阮伫主的面前献上祈祷，愿你的神也保守伫因的中间，也用你圣神的气力伫因的身上做工，伫因的内面，予因所拄着一切艰难困苦，也对圣神所赏赐的气力来得到力量，也得到解决。主，感谢你，当我来到在你面前的这些兄弟，我是极其有福气，因为我会当朝见上帝的面，因为你来到在我的中间，
用你信心的作为，在阮的中间行奇妙的事。主啊，在阮这兄弟的身上，若有身躯艰苦、重担背包，有一切讲不出的苦痛的，主啊，愿你甲阮讨白，愿你将你的丰盛赐予在阮的身上。愿你也予阮有够额的毅力、信心、勇气来面对这个，予阮做一位有信心、有盼望、有疼心、上帝所疼的儿子。主，愿你赐予阮在你的面前，阮恭敬安尼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阿们咱来读今仔日的圣经，咱今日要读98篇，诗篇第98篇。好，合本的圣经是730页，啊，白话字的呢？白话字的650。白话字的汉字本吼，650，有吼，来，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因为伊行过奇妙的事，伊的正手甲伊圣的手骨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伊的救恩在列邦人的目睭前显出公义，纪念伊按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心，地的四极拢看见咱的上帝的救恩。第四节，全地就按耶和华欢乐。就发出大声欢呼而乐，就用琴挂上摇花，用琴甲丝瓜的声音而乐伊，用扫角甲角声，伫大君王摇花的面前出欢喜的声，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也着出声。愿大水拍手，愿这个山伫耶和华面前做花欢呼，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全世界，照公正审判万百姓。好来，咱伫我阁读一遍吼，啊，咱从迄个较清楚的、较唔捌的字吼，唔知影意思的字吼，那恁那有再甲注明一下吼。恁着用摇花唱新的歌，因为伊行过奇妙的事，伊的正手甲圣的手骨施行救恩。摇花发明伊的救恩，在列邦人的中间显出公义，纪念伊往以色列家所发出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甲四极拢看见咱上帝救恩，全地就往摇花欢喜的声，就发出大声欢呼而乐，就用琴。俄罗摇花，用琴甲丝瓜的声，俄罗伊，用扫角甲角声，伫大君王摇花的面前出欢喜的声。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地甲点伫中间的，拢着发声。沿大水拍手，沿这个山伫摇花的面前。一同欢喜出声，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
心化世界，教公正，心化万百姓。哦，伊用真济吼，伊用真济真实际诶例啦吼，用真实际咱看会到诶，咱体会会到诶吼，来讲出。哦，像讲第一站吼，咱着用摇花唱新诶歌啦。哦，什么叫做新歌？新歌毋是讲唱过歌，都毋是新歌呢。毋是讲过话吼，都是故事呢。所以吼，咱诶圣诗诶中间有讲安那，是旧安那，也搁用心，好无？有迄条歌恁也听无？是旧也搁用心，我知是真是旧也搁用心。你俄罗斯亚罗萨丁啦。哦，对，新歌，新歌，新歌就是讲，搁一遍用你的心啦，最主要是用你的心啦，将这个歌呐唱出来，哦，这就是新歌啦，用你的心来唱出的歌，所以伫这个中间，你敢能讲，安尼这首诗上重要的意思是要做啥？这首诗是以色列百姓，因伫俄罗斯上帝。诶，一首的诗啦，哦，因咧俄罗斯上帝，要俄罗斯上帝是要创啥？感谢。啊、哦，有啊，俄罗斯上帝是要让上帝得到荣光嘛，对不？俄罗斯上帝是要安那？是要让上帝得到荣光，所以呐，上帝得到荣光，咱就会当安那？上帝若有荣光，咱才有平安呐、啊；上帝若有荣光，咱才有安那？咱才有喜乐啊！同款啊！即摆的蔡英文总统，哦，伫十月七十的中间啊呐，会带咱大家伫俄罗斯啥物？对无？所谓咱伫庆祝，伫庆祝啥物啦？庆祝国庆，国庆。啥物叫做国庆？国家是台湾国家。对无？是国家啥物？国家的生日是有这个国家嘛，所以咱的庆祝这个国家嘛，啊，这个国家是要庆祝何伊创啥？兴旺，兴旺啊，让这个国家荣光啊。所以这摆蔡英文总统伊伫伊的迄个文稿的中间，伊讲到迄四点，我嘛足详细滴甲听呢。啊，伊讲到迄个四点足对，是要台湾啊呐。伊讲这四点是要台湾啊，无论伫经济，无论是民主，无论是自由，伊拢要互全世界啊呐来知影台湾的啥物，会当搁较好，搁向前行。互台湾有阳光嘛，互全世界人知影来台湾有阳光啊。台湾若伫全世界拄拄着阳光，台湾如何呐？台湾愈平安嘛，那台湾愈得到阳光，台湾愈丰盛嘛，敢毋是安尼？所以你甲看伊伫个文革的中间，伊讲啦，我若做一个台湾人啦，我敢大声讲我安那，我是台湾人啦，对无？我著大声，是安怎我敢讲我是台湾人？是安怎我台湾安那，互世界得到阳光嘛？好，这个台湾在世界中间来让人知影嘛，来得到阳光啊，同款啊，好上帝得到阳光，要让上帝得到阳光，用什么方法？同款啊，要让咱的国家得到阳光，让全世界看见呐，咱在迄个国庆的中间呐，吼唱的歌，对不？哎，所唱的歌，啊，搁咱所为一切表演嘛。啊，迄种的就是要让这个台湾得到阳光嘛。所以，咱要让上帝得到阳光。上帝若得到阳光，咱就安怎？以色列百姓，现在上帝若得到阳光，咱就会当安怎？得到平安呐。上帝若得到阳光，咱就会当得到什么？喜乐啊！上帝若得到阳光，咱就会当得到丰盛啊！
同款，所以伊底下讲啦，讲恁着唔摇花唱新的歌，是安怎爱为摇花唱是嘛？刷的迄个重要，因为伊行过奇妙的事，伊的正手甲伊成的手棍安那，施行救恩，哇不得了！伊这个中间，你甲咱讲啥物？第一，伊甲咱讲着啥？一个真重要的物件，是安怎咱要学了耶和华？是安怎咱要学了这位上帝？因为第一什么？伊行奇妙的奇事啊！伊行奇妙，什么叫做奇妙？奇妙就是出自你的意料之外的啦，英文叫做 surprise 嘛，何里安那？哎呦，哪会安尼？哦，上帝是安怎行奇妙的代志？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直接讲，咱的俄罗上帝是因为这位上帝，伊行奇妙的代志呀。啊，唔那行奇妙的代志，搁啥物？用伊个神个手骨啦，迄个神个手骨安那，施我啥物啊？读来讲，伊用正手甲神个手施行救恩哦，救恩。救恩这两字，救是啥物？拯救，啥物叫做救？咱上头救，就是你伫危险的中间，把你救起来嘛，敢毋是？你伫伫要沉落去的所在，把你救起来啊！你跋落伫迄个沟仔内底，把你对迄个沟仔救起来啊！所以这叫做救啊！哦，救啊，稳呢？稳定。哦，叫稳定。啥物叫做稳定？白白互你。哦，稳定就是白白互你的。唔免代价，所以话就来讲，上帝这番的拯救是白白恩典。啊，那安尼拯救，这个救恩是啥物？那对人来讲是啥物？啥物说人叫做救恩？啥物人会得到这个救？上帝用伊的正手，甲用伊的神的手棍。来施行救恩，来施行 是对人施行救恩呢。所以救恩对人来讲是什么？人啊呐。所以日本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吼，这叫做吉塔摩尼吼，吉塔摩尼，北森家长。这个人，北森家长，这是日本足出名的神学家，这是世界级的神学家，甲咱这个黄宗羲牧师、甲宋传祥牧师吼，拢同级的啦，迄拢是世界学者，因为呐，拢著出册啊，哦，伊的册，北森家长的册吼，是上帝听。伊用这个听吼，是上帝听，所以迄本册叫做《上帝听的神学》啦。伊是上帝听的神学，这是伊上出名。伊咧讲啊呐，伊咧讲人啊，是安那上帝会听，就是上帝施出伊这个救恩的时候，伊是听啦。这台语吼，伊讲伊来到台湾的中间，1965年吼，1965年，我有去找伊的册，甲伊的资料吼。1965年，咱台湾100周年的中间吼，伊代表日本政府来，代表日本教会来甲咱台湾啦。哦，伫台南神学院，伫台湾神学院啊，参加迄个伊有发表伊的演讲，足感动人的吼，这个去台湾哩。
所以伊伫讲到这个上帝听的中间啦。伊讲伊来到台湾的时候，伊这本册已经写了，伊这本册是伊，即吼在学者吼较出名吼。那30岁左右吼，伊的物件若无感动人吼，安尼差不多伊就无啥物成就啦。啊，总是他们呢，伊是30岁写这本册呢，真是无简单哦。三十岁就写这本册，我就知影讲，我30岁也未新人伊毕业啦，我32岁才新人伊毕业啦。安尼啊，所以30岁会当写这本册，这世界的册哈。你其他么呢？伊讲伊来到台湾的中间，伊有台湾人会听吼，感动着啊。冇去感动着，伊讲台湾人伫讲着爱啦吼，台湾人这个爱吼，英文叫做 love 嘛，哦，台湾这个爱吼，讲着这个爱吼，这个爱有深度啦，哦，这个爱有深度啊，唔是干单过挂伫嘴唇来听，这个听，这个爱有深度吼，愈深的中间吼，你会愈安怎？你会感觉到这个疼吼，是这个疼呢？哦，疼甲安那，我爱你吼，爱甲安那，爱甲我的心会疼，有无？用简单来讲，奉献啦，咱用奉献，你奉献到你的心会疼。你若有100万，你献10万，你的心会疼无？你若有100万，你献99万，你会疼无？你的心会疼。哦，那献甲遐济，疼，同款哦。这个疼愈深度，老爸打囝。那只要讲老爸打囝，我有经验啊。哦，我打我，因为我捌互我的老爸打过啊。哦，我互我的老爸打过吼，我嘛该怨恨我的老爸啊。我的心中嘛怨恨老爸呢。我你哪会安尼伫正人面头前把我拍哦？迄款的心内，迄款的不平啊。等到我打我家己的囝时，我才知影，拍了后吼，我伫后悔呢。我拍囝了，我后悔呢。啊，后悔安那？后悔讲我唔知甲拍甲安怎吼？安怎去甲我的去甲牧师呢讲？去甲我爷，我去甲我爷嘛。安尼吼，去甲我爷，我牧师呢话想起我。你拍你家己唔去甲告，安尼啊？怕到我家己会去，是安那？哎，这古早人伫讲讲啊，打在额身啊，痛在娘啊，跌心呢。哦，哎，这同款意思，哎，就是讲，迄个疼，迄个深度啊，上帝为着施了伊的救恩啊，什么叫做救恩？人。在事实的中间，在现实的，在人现实的中间，在现实的中间所做这项代志，人在现实的中间所做这项代志，上帝生气嘛？你知道？什么现实？就是讲用简单来讲，人的惊字啦，用惊字。你今日无照老爸的迄款的，互老爸生气啊！即叫做生气嘛？老爸生气是安那？老爸是安那生气？老爸生气是因为囝做歹啊，敢毋是？囝若做好，老爸敢会生气？袂啊，是囝做歹啊！啊，囝做歹，老爸生气嘛？同款啊，人做歹。上帝生气啊！哦，人做歹，上帝生气。啊，人安怎做歹？啊，用上简单的咧，
浪子回头，迄个浪子啊，迄浪子都歹囝啊，歹囝呐。哎，伊甲老爸讲啊，伊甲老爸讲，爸，我应得的财产分互我。哦，啊，老爸讲，讲话较差不多呢。你应得的财产，你有啥物财产？这财产敢你拍拼？这财产哦，是恁爸呢？对，用个个用用个，是恁爸甲拍拼出来呢？啥物讲将我应得的财产，过来呢？我要未死呢？哦，你倒来搞讨财产，啊，唔着要救助我早死？老爸啊，囝啊，伫现实的中间啊，老爸生气啊，上帝多谢你。人伫现实的中间所犯着的，这个现实的歹甲罪，上帝生气嘛。所以摩西安怎讲？摩西讲吼，人拢活伫上帝生气内面。啥拢活伫上帝生气？因为人毋是上帝爱生气啊，是因为人做歹啊，是因为人的现实啊，地到上帝生气啊。啊，那上帝生气要安怎？那今日做歹，啊，老爸生气安怎？把今日赶出嘛，你都歹了，出去啦。干唔是安尼？今日赶出去啊，赶出去要安怎？哇，上帝啊，上帝要安怎救我？上帝要将这个今日安怎？搬出去的孩子怎样？还要接纳呢？要怎样接纳？哦，这是上帝用伊的疼艰苦啊！要怎样接纳？上帝只有怎样？在人做歹的中间啊，在做歹的中间，上帝爱为着这个歹怎样？上帝付出代价嘛。所以上帝付出代价，将这个歹啊呐接纳。上帝将这个歹接纳，将这个人所做的歹接纳啊。这个接纳在上帝身上，这个行为，咱甲称作拯救。这样做拯救啦。第安，因为你若无接纳的时候，就完全无盼望嘛。这个囝子都完全无盼望啊，这个人都完全无盼望啊。只有伫这个罪中啊，所以保罗又讲啊，罪结果就是什么？死，就是死啊！这个罪带来死，这个现实带来黑暗，这个现实带来毁灭嘛。所以上帝为着要接纳这个，还好这个罪伫迄个中间得到毁灭，上帝将这个甲咱包容起来。这个包容就是上帝付出什么牺牲的代价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十字架顶的中间啊，这十字架，十字架顶的中间的什么所产生的物件？十字架顶是人的罪加什么？加上帝的疼呢？所产生的物件呢？这叫做救恩呢？这叫做救恩，所以你甲看这基督摩尼哦，伊用这款的神学了，这就是伊的神学了。是吧？摩尼 O R I 哈，基督摩 O M O R M O I 哈，对吧？叫摩尼摩尼 I E 哦。其他摩尼哦，这安尼，所以伫这个下面，予咱知影讲安尼，上帝伊行奇妙的事了。所以做事的人熬呢，咱就按硬要我想讲，是因为安怎咱来学了这位上帝，是因为伊行奇妙的代志，佮用伊的神的手骨，甲伊的正手，什么叫做神的手骨甲正手？上帝正手的表示什么意思？
拉力量了。所以手骨，你甲咱讲手骨，手骨就是代表力量啦。英文叫做 power 嘛。这个力量啊，任何的代志拢爱有力量啊。今日老大人上软弱的是啥物？无力，对不？你无力啊！你唔那脚无力，搁啥物无力？牧师讲啊，恁早起咱来教会礼拜好无？你一定搞因，有个人搞因讲，牧师我的脚无力。搁强上要紧，想哪你的脚会无力？搁强无力啊！你的心无力啊！你无这个心的力啦！你若有心的力，你会当克服你的脚无力啊！你若有心，你会有心有这个力，讲我要来这个力，你若有的是哪？你的脚无力，你会叫人把你载来，你会坐计程车来。虽然你的脚无力，所以心的力啊，所以同款啊，这个心，所以同款，这个疼的力，疼的力是心，这个力啊，这个疼的力是对心来还的。但是你有心啊，所以父母也同款啊。父母谁人会疼？谁人父母会疼这个子？谁人有这个力？父母为着这个子，甘愿牺牲伊家己啊？谁人有这个力？这个力对倒落来？咱常常你讲天生嘛，或者天生啊？哦，父母都有这款的力，对疼子。天生，什么叫天生？这个力绝对是对心来的啦。啊，心是什么？同款啊，心是上帝点在咱的中间，上帝点在咱的心中嘛。所以上帝点在咱的心中，所以咱的心才有力啦。上帝点在咱的心中，心才有力。所以换句话来讲，这个心力就是对上帝来的力。所以换句话，所以伫约翰一书伫讲个听是啥物？约翰一书啊，咱听开，上帝就是听，好不好？约翰一书来，咱来听开。约翰一书安怎讲？约翰一书，吼，好不？348页。约翰一书第几章？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247面。好来。第七章讲起。有无？第七章安怎讲？第七章。亲爱兄弟啊，咱应该着彼此相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有无？哦，要看你书嘞，有见着无？好啊，本348。台语的迄个247。247，有看到无？第四章第七节，四章七节。所听的兄弟啊，咱就彼此相听，因为安那听对上帝来，既然听心的拢是对上帝生的，搁认捌上帝，无听心的就无认捌上帝，因为上帝就是听。哇，不得了啊！这款的圣经，对不？这款的圣经你甲看，你真正是。真正是奥妙嘛，对不？认捌上帝，听是对上帝来，既然有听心的，就是认捌上帝，拢上帝生的，对不？认捌上帝，无听心的，就无认捌上帝，因为上帝就是听，不得了啊！这款的，同款啊。所以伫这个中间，去跟你讲，讲听。所以，其他摩尼，
哎，无简单吼、哦，伊从这款的这款的写出一本册，哦，写出世轰动，这个轰动世界册，同款伫咱今日这圣经，安怎讲？因为上帝是这款的上帝，所以咱就爱安那，爱学落伊，爱予伊得到阳光，所以咱安那。当伊愈得到阳光，愈得到恶乐时，咱愈恶乐的这位上帝是咱愈安那。和上帝愈得到阳光的是，咱愈得到平安嘛，咱愈得到荣耀嘛，咱愈得到丰盛嘛。所以信徒就安那，啥咱唔通袂记啊？当日恶乐是上帝，所以安那。伫米是伫俄勒，伫日是伫俄勒，所以是圣诗282首，会晓背无？圣诗282，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这大仁义。伫日是俄勒，伫米是我感谢，安尼服侍也无够呀？是安怎服侍？要安怎服侍上帝？上帝要安怎互你服侍？上帝什么拢有要，干卖你去服侍，对不？上帝都无欠个，你就要安怎个服侍？上帝爱咱服侍是安怎服侍？俄勒嘛，干那俄勒来服侍伊尔，对不？伊免予咱个，伊免咱个穿衫啦，对不？咱免个服侍讲，伊免咱个饲饭啦。对不？服侍就是讲，家饲饭，家穿衫，咱今日甲咱。哦，我讲我的妈妈啊，即马伫家族个，对，啊，伊若来，我都爱甲穿衫，爱甲服侍嘛，对不？上帝唔免安，上帝个服侍就啥，所以莫怪迄首圣诗做到真水啊。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这大仁义，第一是恶乐，第二是我感谢啊，你福赛呀，无够呀，背起来啦！啊，你水的诗啊，你都给背起来啊！对不？啊，你个背起，啊，你背起，你就读这呐。哎，你就会当，无论你伫什么所在，你伫吟嘛。哎，我甲你讲哦，读日啊吟诗吼，你的心就变呐，无烦恼呢。所以莫怪这做事的人讲呐，哦，咱都过去都读来，啊呐，咱过来读，看呐。第二节。摇花发明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献出伊的公义啊！纪念伊伫以色列家所发出的之外，所传的信息，第四个头拢看见上帝救恩。这伫甲咱讲啊啦，你要学了上帝，上帝伊有行这个代志，第一件奇妙的代志，佮第二呢，两项。在这个里面，你说到这位上帝不只是怕奇妙的事情，这位上帝有两项重要的，第一个是慈爱嘛，第二个呢是信心。哦，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有慈爱。我要问咱，台湾的民间宗教，谁要去庙里去拜？谁来去庙里拜？心灵保庇。啊，是啊，你都谁来？你谁来？你要去甲拜这位神啦？那是要求保庇啦。是，你安怎要求伊保庇？真代志，可能有欠安啦。你有代志嘛？我艰苦，你有艰苦嘛？啊！你换句话讲，你要伫这位上帝上啊！你知影这位上帝、这位神有安那？慈爱，伊有亲像爸母安尼的慈爱无？你艰苦的中间，你破病中间，你拄着问题中间，对无？安那？伊若无慈爱，讲迄领导的代志，敢是？迄领导的代志，迄哪像讲啥？
哎哎，对，即嘛上无水准的，迄台北市长的，对无？你兜的倒，恁兜的代志，对无？啊，无疼心啊，啊，就无出来啊，啊，你气死啦！哦，你的代志，你死啦！那你有即款的上帝，你安那？有即款的台北市的市长，你安那？这讲台北市的市民的福气。无啊。唔是嘛？那要选总统啊呢？对，还无要紧，还因靠的代志哦。咱讲，哎，那要做做主爱上帝啊。所以上帝迄个重要是主爱嘛。所以诗篇一百首安怎讲？哎，这咱诗篇一百首哦，咱了有爱背起呢？诗篇一百首第六十安怎讲？诗篇啊。咱阁翻过来哦，即卖即九十八嘛，对无？诗篇一百首，第五章诶，第五章安怎讲？因为耶和华本是好，伊诶啥物？伊诶慈爱，到永远诶，伊诶信心诶，到万代。哇，慈爱信心，对无？啥物叫做信心？信心，其他即多咱台湾要选起来，市长的，伊有信心无？所以咱所信的上，咱知影讲，这位上帝啥物好做信？信心就是安那，无白惨嘛，对无？无讲假话嘛。啊，即马所谓政治人员了。拢无信心，对不？没有信实啊！啊，这样啦，哦，我对林俊宜教授吼，我得到伊真大的感动。林俊宜教授，1975年哦，1975回来台湾，1975回来台湾，伫东海大学做生物的教授。啊，迄阵我多信人伊吼，我多信人伊二年啊，我多信人伊二年，啊又来信人伊演讲。是信心的，他都九十八都献过来，伊都一百啦。系啊，又来信人伊演讲，哇，不得了！伊后来捌做过咱的环保署的署长啊。哦，咱真早伫陈水扁总统做的是，伊做环保署的署长，伊东海大学的生物的教授，足优秀的人吼，对啦。伊伫讲一项信息啊，伊讲咱做老爸的人吼，咱做爸母的人吼，拢教咱的囝儿讲白话。今仔日吼，咱的囝儿讲白话吼，是咱做爸母甲教的。爸母是安怎教囝儿讲白话？伊用上简单的例来讲。打电话来咱家，对不？你叫恁太太接电话，你叫你的囝打电话，哎，接电话。你明明徛在你的囝面头前，你的囝提电话来讲，对方讲，哎，请恁，你什么人啊？哦，我什么人？啊，请恁爸爸听电话。恁爸爸徛在你的头前呢，恁爸爸安怎跟你讲？叫囝讲白话，明明老爸徛伫伊个头前啊，咱甲囝讲大国无敌嘞，无敌。迄可能是善意啊，总是互囝个心中干呐。爸爸明明伫我个头前嘞，爸爸哪会讲伊无敌嘞？这就是教囝讲白话啦。林俊宜教授做伊安怎讲？伊即摆若听到电话吼，亮哦，伊不爱听嘛。伊就走出去到迄个门下口出去啊！伊个囝听电话，我要找恁爸爸，阮爸爸无伫呢，真正无伫，因爸爸就真正走出去。哦，迄就是无囝大讲白话，这是林俊宜教授，伊伫讲咱对细汉就是，互老爸安尼甲咱教，咱就无信心。咱的上帝拄好是甲这相反，咱的上帝是有信实的上帝，
所以因为这位上帝有慈爱，佮有信心，佮有即款的疼心，佮行奇妙的代志，所以咱对这位上帝咱安那，咱只有献上恶乐。好，哦，献上这个恶乐上重要的目的是甚物啊？要送啥？哦，这刷来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咱要服恶乐，要这位上帝安那，在咱的中间得到荣光。要有这位上帝来到在咱的中间，对不？上帝啊，咱是要让这位上帝来到在咱的中间嘛？咱去庙里民间宗教去庙里拜拜，你去庙里拜拜上帝的目的是要创啥？是要让这个神啊呐来到在你的心上，敢不是？所以同款啊。所以咱民间宗教，咱民间宗教，恁若家庭有问题中间呐，伫家庭有问题，拢请啥物人来？请妈祖。是啊，请神呐、啊，请神来到伫咱厝啊，对不？咱厝里所请到的神，拢是大仙啊、细仙的。上大仙的拢伫对。教会。啊。上大声的拢伫底，民间宗教，我即马讲民间宗教，民间宗教上大声的神拢伫底，拢伫庙里嘛。你会当从庙里，咱用上简单，你会当从大甲妈祖，你会当从大甲妈祖请去恁兜无？大甲妈祖若要请，伊要出来巡山，若要个伫一个所在住啊，中间安那？哦，迄大家拢伫唱呢，伊也要带队，迄种爱伫唱呢，敢毋是？迄、那个神啊，要带伫引导，所以咱共款啊。所以像咱伫古早用我的丈人迄个时阵，咱的民间宗教的中间对无？若是厝里有问题，拢请神来到咱兜，对无？抱一座神啊，抱一座神来到咱兜啊，菜伫咱兜内底。这个神啊，愈大仙啊呐，波比愈大呀！是啊，波比愈大，这是咱台湾人的拜神，所以神是安怎要出巡？出巡要创啥物啊？神啊，出巡是要创啥？要救人的对啦。是啊，是上帝来到在咱的中间，带来给咱安怎？对不？神啊，来到在咱的中间，带来给咱平安呐、啊。所以同款啊，伊说啊，基督教的敬拜，甲民间宗教的即款的敬拜，即、這个人的心灵，迄、那个敬拜拢同款啦。无同款是啥物？是对象啦，听。所以即个心灵，咱要安怎互伊得到阳光？咱要安怎？咱用迄个方法是安怎？同款啊，你到底庙呢？是安怎要让即个心灵得到阳光？你都爱干安怎？冒造假啊，啊，冒分吹啊，啊，等等，让迄个上帝啊，让迄个神啊，充满迄个阳光啊，同款啊，这是宗教的方式。所以，咱得要让这个神来到在咱的中间。上重要是要让这个神来到，因为这个神有啥物，有行奇妙的代志嘛。这个神在咱的中间，用伊的圣的手骨啊呐，施出伊的救恩嘛。因为这个神有慈爱嘛，因为这个神有信心嘛，所以咱就安那，哦，这个第四节到第五节安那，第四节到第六节，全地，哦，就用五幺我出欢喜的时光，沿海甲其中所充满，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拢安那，拢爱出欢喜的时光。安尼，这位神是甚物款的神？因为伊有甲咱讲啊，这位神伊所发出的慈爱，伊所第三节，伊所发出的慈爱，伊所变的信息安那，地的四极拢安那，拢看见咱上帝救恩啊！啥物叫做地四极？天涯海角。哦，天涯海角，四极啊，迄个地的四个角头嘛。
就天涯嘛，啊，就海角嘛，天涯海角，对，就四个角头。换句话讲，伫全世界宇宙的中间，拢听见，拢看见，要花上帝什么的救恩，是伊的信息甲伊的慈爱变满。所以，因为伊变满即款的伫全世界，所以伫全世界的什么一切，拢安那，拢着对要花出欢喜的声。拢着学了以后啊，互这位上帝充满伊的恩光，爱用什么？用琴，用丝瓜，用扫把，对不？哦，用什么？哎，早前迄以色列人扫把是安那？用什么做的？哦，用羊仔角。哦，哎，羊仔角安那？哎，有梗的，哎，羊仔角有迄个梗，所以迄个羊仔角枝干分出来声安那？哦，带管音，啊，声真大声，所以要用起来声，连海甲其中啊，连海甲其中所充满啊呐，拢着出欢喜的声，甚至啊呐，大水，哦，也这做事的人介搞啊，大水拍手，什么大号做拍手，声嘛，都大水所发出的声，迄、那个大水拍的声就对了。大水拍出来声，啊，甲这正山、连山拢安那，拢着学了一同欢呼啊。所以通过要予这位上帝来得到阳光，要予这位上帝充满来到伫咱中，上重要的目的是要创啥？上重要的目的第九节啊，迄、那个目的是要安那？咱有一个荣耀的期待。迄、那个因就啊，因为伊来啦，咱滴学了是要伊来啦。那这位上帝来到伫咱中间，咱安怎？就安啦。哦，对啊。哎，上帝来到伫咱中间，这位上帝来啊，同款呢。今日将伊上需要的中间。那父母徛伫伊个身边个时，伊安那，伊拢上大个满足，敢毋是同款啊？哪有上帝来到伫咱个中间？你啥物？你拢无欠过啥物？这拄是诗篇二十三篇甲咱讲啊，因为伊是我个牧者，我无欠过。我连意见都不缺乏，因为一来，赶快呢，神你要讲，想到大家妈祖，逐年拢爱去出巡，逐所在想到大家拢伫领子，因为一来嘛，因为一来啊，那是咱这位上帝。咱要用什么款好，好伊来？用恶乐，用感谢，和上帝用光临到伫咱中。伊来要创啥？这说的这才重要啊！伊来要创啥？伊来要审判全地，伊来要照公义审判世界，伊来要照公正审判万百姓。你要看，第一。伊来要审判全地哦。第二呢，伊来要审判世界，伊来要安那照公义审判世界，照公平审判嘛世界，审判。什么是审判？今仔日上帝人来无审判，未带来公平。上帝来若无审判，未带来救恩；上帝来无审判，未带来啊世间的平安。因为有审判才有平安，因为有审判才有公平，因为有审判才有什么？才有救恩啊！若无审判，人啊呐，为非乱者拢无要紧，
对不？那人拢违违乱做，人也无心盘呐，这个世界呐。同款啊，即马就亲像普丁同款啊。普丁因为无心盘，所以普丁会当安那乱做啊。为非作歹。对无，伊会当乱做啊。今仔日若是伊个国会会甲审判，伊敢乱做无？不敢啦，有人咧监视。唔敢嘛。所以是同款，上帝来啊，上帝来是带来审判。用什么审判？第一用公义，第二呢用公正。所以上帝有审判，才有法度带来平安啊。这个审判才会当带来平安，歹，可以变作好。这叫做审判。所以上帝审判，歹就是歹。所以你若歹，你就罪嘛。你若罪就是歹，就是黑暗。你要甲你审判，你若审判了，才需要什么？审判了才需要救恩啊！无审判了，唔免救恩嘛。因为有审判才有需要救恩啊！啊，审判是带来什么？带来真正的和平。审判才会当带来真正的平安啊！所以，伫即款的审判、平安、和平，这个审判的背后有什么？因为有审判，所以才有带来上帝救恩，所以这是对的。所以审判是好啊，歹？好啊，好啊。是看什么审判？今仔日咱台湾的法律审判是好啊，歹？古早人甲咱讲安那？有钱的判生啦，啊，若无钱的判死，啊，你看审判好啊，歹？对不？那是无公义嘛，那是无公平嘛，对不？今仔日若是有公平有审判呐，你做大的，你有钱的安那，同款，和平民拢同款，安尼，迄就是公义，迄就是公平的审判。啊，那迄个审判是即，若讲有生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迄款的审判呐，还带来搁较大的什么？灾厄、灾祸嘛，带来更较大的混乱嘛。同款啊，今仔日要审判，有人要审判普丁无？有呢，对无？美国无提，总是世界法官伫对。海牙嘛，海牙伫对，海牙伫荷兰啊，荷兰的海牙有设一个什么？有设一个世界什么？国际审判，审判中心啊，对不？咱早前的中华民国，也早前迄个中华民国的中间，也未去予中国，也未中华人民国甲咱代替时，迄阵咱有一个真出名，会伫遐做判官的人，叫啥名？你知无？迄个外交官叫啥物名？捌做过驻美大使，安尼，伫乌色的时代，哦，迄、那个，安尼，诶，即摆呐，敢甲审判无？唔敢。所以即摆会当审判的人是啥物人？是上。咱常常伫讲的天啊。上帝。对，是天啊，天伫审判尔嘞。你做逆天的代志啊！你伫甲杀死人啊！你逆天的代志，伊感觉伊拢无嘞，要变安尼，啊，总是伊会安那，伊会互天心烦。所以古早人甲咱讲安那，古早人留落迄句话是足水的话呢。人伫做，天在看。哦，人伫做，天在看。迄古早人甲咱留落来，啊，若用今仔日的话讲安那，人伫做安那。上帝审判，哦，上帝审判，人在做上帝审判，啊，这呐带来公平，带来特殊，带来最后会带来拯救。你若无这个，就无拯救。
你若无审判，就无拯救。这是基督教真出名的教义。无审判就无拯救，所以伫审判中间，伫这首你也看，伫诗篇啊，这几千年前的作的诗啊，伊安怎讲？因为伊来审判全地，照公义审判世界，照公正审判万百姓。因为有审判全地，所以全地造救恩。因为有审判，公义审判世界，这个世界造恩望。因为有审判，照公正审判万百姓。人才会当得到平安，所以上帝带伊来，伊来是带来遐尼好个代志，带来遐尼欢喜代，是因为审判带来全地的盼望，带来世界的和平，带来人类的平安，带来整个世界。一切的拯救，这就是咱对这首诗的中间，咱所读到的啦。哇，我感觉足无简单，啊，这就真正的爱安怎敬拜上帝。敢是，咱来到咱礼拜日来礼拜堂敬拜上帝，咱逐日来敬拜上帝，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目的是要什么？哦，咱就爱，迄、那个目的是要带来予咱平安，带来予咱和平，带来上帝荣耀，带来上帝奇妙的救恩。咱就是要这位上帝得到荣光，所以咱的敬拜就是予上帝得到荣光。这个上帝愈得到荣光，咱愈得到平安。这位上帝愈得到荣光，这位上帝来到在咱中间，予咱愈得到什么？上帝奇妙的所在，搁较大的快乐，拢伫伊的心上，伊来啦。所以这是咱通过这首诗的内面，予咱搁一遍吼，来明白敬拜上帝的上重要的目的。哦，是因为伊行奇妙的代志，是因为伊的信心到万世代，是因为伊的救恩到永远。地甲世界的世界，拢听到伊的信心，拢得到伊的救恩。安尼有了解无？好、哦，咱通过安尼，咱来，就是，咱最后搁读一遍，吼、哦，咱最后搁读一遍。98篇，恁着仰耀我唱新的歌，因为伊行奇妙的事，伊的正手甲圣的手骨施行救恩，耀花发明伊的救恩，伫列邦人的面头前显出公义，纪念伊对以色列家所发出的慈爱。所凭的信心，地甲世地的世界，拢看见咱上帝救恩，全地中摇花出欢喜的声，就发出大声娱乐，就用琴、用歌娱乐摇花，用琴甲丝歌来娱乐伊，用扫角甲角声。在大君王耀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远海甲其中所充满的，地甲世界踮伫因中间的，拢欢喜出声。愿大水拍手，愿这个山伫耀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照公正审判万百姓。阿门。阿门。哦，我只有一个报告啦，吼，再多讲一个机会，吼，这个张小姐，咱知影嘛，吼，
迄、那个捌带咱去长湖佚佗迄个啦，哦，张小姐，哎，张小姐，哎，对，伊吼，伊有办一个活动啦，我去澎湖吼，去澎湖三日啦，哦，去澎湖三日吼，去到伫咱兜甲咱载啦，哦，去咱兜甲咱载，啊，载去到，再去到高雄坐飞机啦，哦，啊，再个去澎湖啦。哦，啊，平湖了一切安尼，啊，转来到伫，搁转来到伫高雄吼，搁位高雄，甲咱再转来到咱兜啦，哦，安尼啦，所以讲特别老这老大人吼，若要参加的吼，伊讲也搁服务周到啦，讲也搁有几位啦，啊，所以要参加，伫十月二六到十月二六到十月二八啦，三日啦，两暝三日啦，哦。满65岁以上的吼，安尼即个交通车吼啊大等等吼，两人一房的吼，安尼啊个车甲咱去到咱厝甲咱载来安尼吼，安尼一个人8900啦，哦，两暝三日啊坐飞机来回啊等等，若要爱的人吼，若要爱的人啊，我只有单伫遮吼，啊讲干呐四位尔，几位？也阁存四位，吼、哦，今仔日吼，今仔单身有来吼，啊呢嘿，单身吼，啊张小姐诶先生呐，吼、啊，安尼嘿又来，所以伫遮，若要参加的人吼，早该报，安尼好无？吼、哦，多，我叫嘛有这个 course 啦吼，啊多有这个机会，吼、哦，也阁有四位，好，咱做回来吟诗了，咱来祈祷，咱阁来吟头段所吟的迄首诗。33首，咱第一节吟两摆，吼。33首，恩呀，荷花来秋。一家几表妈妈兄弟星球是天星球好人在堂先修过这边恩呀荷花来唱新歌一家几表妈妈兄弟先求是天经求何人在堂先修阿们当心来祈祷听我的兄弟感谢你让我们来到在你生的宝座，让我们用诗歌、用娱乐，让上帝你的阳光在我们的中间彰显，也让我们领受着你所赐福的平安和喜乐，使我们对心底献上感谢、娱乐、愿你给我们感动。但我们通过诗篇98篇。叫阮着对耶和华唱新的歌，因为伊行奇妙的奇事，用伊的慈爱，用伊的信心，予阮经历。阮要对心献上阿乐，对唱献上感谢。当阮阿乐感谢的时，阮娘子你来到伫阮的中间，你带来审判，予阮有和平。你带来审判，让阮有特殊；你带来审判，让阮有平安；你带来审判，让阮得到救恩。阮伫一切顶面，阮仰望这位上帝。愿阮逐日拢对耶和华献上阮的懊恼，对耶和华献上阮的感谢，让阮充满。你所赐的阳光，主啊，当阮要结束今仔日的这个聚会，
伫阮邓铁路上，祝阮平安，也阮过来的一切的行动出入，拢有上帝你的同在，坚固保守伫阮身上。感谢主，守住阮家庭的平安，和阮家庭的大小，伫主稳定祝福的内面，拢得到你的照顾。感谢主，俄罗斯的性命，但愿伫主的面前，将阮大家交托伫上帝你的大领，和阮伫你保守的内面，因为你的同在，和阮无惊吓一切，和阮伫逐日的生活，拢有充满上帝你所赐福的恩典。感谢主，俄罗斯的性命，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当，圣神的感动。甲阮正大家三个同在，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来发出声，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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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咱早起准备到家。平安，好，谢谢，好。